赛马会精英杯星期六在釜山道运动场爆发 A 组赛事，香港 U23 就同深水埗上演了一场入球 show。早前在联赛开闸的深水埗，今场开局踢得抢姜，12分钟颜卓斌禁区外抽射被邓子朗挡出不远，苏沙冲前保中，攻入他加盟深水埗的柱子球。落后的香港 U23 上半场有过不少机会，43分钟宏海自左路落底传中，郑中云前柱一漏，还有伏兵远处的吴文熙一射得手，为球队攀平。仅仅两分钟之后，深水埗就有回应，邓子君压落底线传中，苏沙接应再建功，完半场前抢回领先优势。换边后，深水埗未收手，58分钟宋柱浩的传中造成门前混战，宏海自解围唔晒，仲有苏沙劲射破网。季中加盟的苏沙今场脚风奇顺，68分钟罚球弯过人墙入网，个人大四喜。去到76分钟，小田仓康泰中场成功拦截，苏沙转身再交个靓直线，造就后备入替的邓家，为深水埗锦上添花。4分钟之后，香港 U23 仲有呢次罚球机会，不过吴文熙直射仲处弹出，未能再改写比数。最终深水埗将5-1胜局保持到完场，继续连胜走势。